Hey bro, what's up？所以你是在假期还在看我的视频吗？还不快竖起你的大拇指，给自己点个赞！我们再来仔细看一下 Daily Note 的实践。那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时间维度上的笔记陪伴。我会分为三个部分来讲，就是 Daily Note 时间戳和 Routine 模板。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间歇日记的来源。间歇日记呢，它又称之为这个英文不太确定怎么念的，让我来试一下。Interstitial journaling. Interstitial, Interstitial. Interstitial. interstitial, interstitial journey。那么最开始的来源呢？我是看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它是由这个 Coach Tony，也就是 Tony 老师，最开始在2017年写的这篇关于间歇日记的介绍。它里面大概讲了，我们可以简单翻译一下了。然后呢，他大概讲了一下他最开始是怎么想到这个 idea 的。比如说，他当时就是在思考，哎。番茄工作法，它是让我们每专注25分钟，然后休息5分钟。那休息的这5分钟呢，它是一个你的奖励，你可以去毫无愧疚的上网、看手机，或者吃东西，或者休息等等。但是，至少对于我自己的时间来说，我往往就会因为这个休息而过度休息了。比如说玩手机，看到好玩的，或者是回复别人的信息的时候，就陷入了另外一个兔子洞。所以说。他就在思考，如果说我们利用这5分钟去做更有意义的事情，会怎么样呢？所以他就把晨间日记和这个番茄工作法的这个休息时段结合起来了，就通过间歇日记的方式来开展自己的每天的记录。所以说这里有一个事例，他说，哎，上午9:37他完成了什么？完成了给 Tony 的电子邮件，然后写另外一篇文章。然后另外呢，他下一步行动是什么？哎，打开 Medium，然后把介绍写好。文章怎么样？然后必须写这个介绍，锻炼自己。其实这个也就是给自己另外一个打气了，就是帮助自己进入到下一个工作项目，也就是进入到下一个番茄要做的事情。然后在文章里面也讲了其他的，像 GTD 和对于创作者和管理者的区别，以及怎么样培养习惯之类的。这篇文章可以推荐大家再去读一读。另外一篇文章是我最最开始接触到间歇日记这个概念。其实是通过 research 来认识到它的。这篇文章是讲了很多关于 research 的小技巧，具体的这些内容我会在后面再做一些介绍。然后现在呢，让我来回到刚刚的 PPT，我会来进行间歇日记在 research 里面的实际演示，然后会讲到我如何通过日历插件来回顾，当然还会有在一天当中如何去转写我所记录下的这些卡片。首先呢，最简单的就是每天早上打开一个新的每日笔记，然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去记录开始工作的时间，这个行动就非常非常简单。让我来打开我们的这个客户端，然后呢，今天早上这个时间，你可以通过一个斜杠，然后 time，你会发现它会让你输入回车，显示当前的这个时间，然后空格你就可以记录下自己的第一个想法，其实就这么简单。然后我刚刚自己推荐的这个方式是，我先写一个感谢，感谢自己。开始录制视频，然后接下来我把这个放大一点，放大演示区域，对吧？然后后面再考虑剪辑的时候就观感更好啦。这不投币一个图，哦，OK，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方式。然后另外呢，我在每天早上和中间的部分其实是会在日历上安排一些工作的，在晚上的时候也会有一个 reflection，也就是反思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些。中间的时间段呢，其实我是可以借助一些模板来帮助我快速输入这些 routine，也就是惯常事项。好，让我们来搭建一下。首先呢是 morning journey，在 run research 里面，你可以使用这个 run template，但是你可以通过斜杠 template，然后输入快速输入一个 run template，然后现在你可以进入到这个 template 里面，然后比如说你现在新建一条叫做晨间，就叫 morning routine 吧，对吧？然后里面呢可以放下你的一些内容，比如说通常来说，我会手动加上一个时间戳，然后我们先不输入它，然后输入下我们自己的一些想法，比如说我会输入一个感谢，然后再加一个分号，这个就是我的这个模板了。你可以先，接下来我会花15分钟完成它。这里呢，你还可以做这个字数统计和这个番茄时间，比如说你就用15分钟，然后呢放在这里。然后下面呢，就是我自己用的一个模板，就是什么是在我的脑海里的，想要倾倒我脑海里的想法嘛。另外就是我如何安排时间
给自己今天的一个 highlight。 如果每一天都会有一个高光时刻的话，对于今天来说我会希望是什么。所以有了这样一个模板，我其实就可以在 daily note 里面直接去用它了。比如说我现在直接回到今天的早上，对吧，然后我输入两个冒号，你发现哎，这里就会有一个 morning journey， 然后你回车，你发现它自动插入了当前的这个内容，只是说这里的时间戳稍微有点问题，所以我就在这里可以再按下一个空格，它就开始输入一个时间戳了。后面呢，我可以给大家介绍 smart block， 也就是动态块，可以自动帮助我们插入这个变量。现在我们就只需要专注当下的这个内容，开启我们的番茄时间，它会开始倒计时，然后记录下自己的想法。自己的什么想法呢？比如说早餐吃什么，晚上去哪里约会，我今天我下个月的对公演讲怎么样了，是不是要开始立项了，大纲应该给谁讨论一下，诸如此类的，对吧。然后呢，我会给自己安排一个今天的 highlight， 今天的 highlight 就是下个月底的对公演讲，我就直接把它写在这儿，然后我会在后面再加上一个 today， 也就是今天的时间戳。这样的话我会把它变成一个 page， 也就是相当于开始立项了。然后我会在里面输入哎，我的大纲的一些想法，然后第一点主题一，主题二，对吧。特别是当我回到我的 daily note 之后，我把它缩起来，你会发现在这下面都还是会有一个双向链接的效果。我今天的 highlight 是下个月底对公的演讲。然后当然在我们记录这些内容的时候，这里会有个字数统计，以及我们花了多少时间，15分钟倒计时还有12分钟。这样的话就是我的一个 morning 的 routine 了。第二个呢，其实是我会使用这个 Google Calendar 来帮助我快速插入今天的日程。这里其实是通过 Run.js 来实现的，今天我们不做展开，但是我可以给大家稍微演示一下。比如说我按下两个 J， 然后再输入 Google Calendar， 然后回车，它就会开始加载我今天已经在日历里面安排的这些事情了。其实我之前有一个讨巧，就是我把自己的日历上已经安排了这个 morning routine 和 evening reflection 的标题，所以中间比如说我这里我想在上午的时间把视频录制完毕，比如说录制视频，然后下午的时候剪辑视频，这样的事情先通过 time blocking 的方式先把它全部都占好，这样的话就是给我今天做一个日程的安排。这个其实是在我 morning routine 里面就会去完成的。或者是像我们刚刚演示的这样，我今天的 highlight 是什么？比如说这里的对公演讲，我虽然给自己安排了今天的 highlight 高光时刻，但是这个时刻到底是什么时候呢？肯定是需要做一个安排的。比如说我把下午的时间就安排给下个月底的对公演讲。那这样的话，当我重新回到每日笔记里面，当我输入 Google Calendar 的时候，哎，它就可以把我当前的这个日程全部都列出来了。刚刚我通过双链符号加的这个日历的标题也会显示在这里，所以我对自己当前这一天的脉络就有了一定的安排。这里就说有一个 morning routine 的日程，对吧。然后呢，在录制视频的时候，我可以具体的去分配更多的时间戳。比如说我现在要感谢自己开始录制视频了，然后下一步我会去吃饭，先把饭吃了，对吧。然后真正到了这个对公演讲的时候，就是安排 GraphQL 的这个主题，然后梳理一下 Parable 和 GraphQL 的最佳实践，类似于这样。在每一个时间段内，或者是在这个中间的空闲时间，比如说那个时间是16:26，感谢自己注意休息等等。这样的话，这一天的这个时间戳基本上就是按照一个 time blocking 的方式来组织的，并且在间隙之间我也会持续不断的去记录下自己的一些想法和内容。比如说这里可能是参考了间隙日记的阅读材料。有了这样一个记录之后，其实我都不需要用类似于 Togo 这样的工具来做时间记录了，间隙日记就已经帮我记录下我一天干了什么，读了什么，想了什么，思考了什么。当然最后还会有一个 evening 的 reflection， 这个也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模板啦。我就是会思考一下我今天感谢什么，以及我什么事情可以做得更好。这里呢，我会用一个 query， 比如说我通过一个 query， 然后把这里面的感谢关键词和 today， 也就是今天我所有写了感谢的地方都给它摘出来。 today 的话就是今天的这个时间戳，对吧，这个日期。然后感谢的话就是
自己在这一天当中所查看到的所有内容，所记录下的所有内容。所以这里我就能看到我刚刚感谢自己录制视频，然后下一步就会去吃饭。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完整的每天的日程安排了。那么对于晚上做反思的时候，还会有一项叫做 What could I have done better， 就是什么我可以做得更好。那对于这一点的话，我会就去思考，比如说明天我要做哪些改进。然后如果更直接一点，我还会做一个看板，比如说我直接输入 Rachel 就会有一个看板来说我今天哪些做得好的。这个时候你又可以用快引用的方式来快速输入内容，比如说剪辑视频。当然这里也可以写一些没有解决的问题啊，或者是你做的没那么好的，然后再提出一些改进建议。这里可以加到明天，明天我要用很标准的方式来写间歇日记，诸如此类。现在让我回到大纲，我们可以看到刚刚通过刚刚的演示，我们讲了我是怎么通过早上和晚上的 routine 以及中间的 time blocking 安排的日历事项来穿插的去记我的间歇日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其实是有通过 run template 或者是 smart blocks 来快速输入内容的，特别是我借助这些模板的能力能够帮助自己形成习惯。那我一方面我是有的这样的一个触发键，比如说对于内置的 run template， 我可以用两个分号直接输入，然后呢我也可以用两个 J 来输入 smart template， 这个在我后面的视频里面都会给大家一一介绍的。然后以及这个快捷键，我也是通过外置的 Bad Touch Tool 或者是 Keyboard Master 可以快速插入当前的时间戳以及一个感谢的双链符号来快速生成我需要感谢的内容下一步的事项。 OK， 那当我们这样子记录了一天之后，其实刚刚讲的都是一个时间维度的记录，我们可以在每一个时间间隙都去思考我当前做的这件事情对我的项目有没有帮助。所以在空间这个角度上要持续不断的去输出，减少自己的 work in progress， 推进自己的作品或者是项目的进程。那另外一个注意事项是，这也可以帮助你去关注已完成而非未完成，就是当我们一天做了这么多事情，我们可以通过我做的这个 calendar 日历视图插件来快速回顾很多天的这些内容，也就是带时间戳的这些笔记间歇日记都可以通过时间戳的方式显示在日历上，从而可以帮助我更好的去回顾我所记下的这些笔记。当我们关注已完成的事情而非未完成的 to do list， 也就是待办事项，那么这些已完成的事情其实对我们的信心是有所帮助的。这也是现阶段所有的任务管理工具的一个缺点吧，因为他们都是围绕未完成，然后这些未完成反而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压力。但是在 Run Research 记下的这些间歇日记可以帮助我们知道，哎，我今天成长得不错，我今天感谢了哪些事情，以及我下一步要做什么。所以说做事情也是为了获取洞见，不只是把事情做完，这些记录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回顾它，去发现不同事情之间的联系。好，那么在整个过程当中，其实我更重要的是希望在这些记录里面积累自己的知识。所以说后续我会给大家讲解怎么去再把自己今天的 daily notes 转写成卡片盒里面的卡片，也就是卡片盒笔记法的介绍。可以看到我这些带星符号的其实都是我的卡片笔记，我每天会花一定的时间把我在 daily notes 里面记录下的这一些内容全部转成类似这样的卡片，然后这些卡片呢会放到右边的卡片盒里面去。而只要这样子持续不断的去积累，我们的卡片盒就会越来越丰富，而且这些卡片和卡片之间都会互相联系。比如说这里的引用符号，这些引用符号就代表着多少张卡片链接了当前这张卡片，所以我们在写新卡片的时候也要去跟之前的卡片盒做一个交流，去发现不同卡片之间的联系。关于卡片笔记法我会在后面的更新里面持续讲解。所以我们对于间歇日记的介绍就到这里，我们会通过时间戳加上感恩和下一步行动的方式来持续不断的推进自己的项目，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积累了很多模板，通过模板来快速插入 routines， 从而辅助我们更好的去写日记，坚持写下去。